确定了哈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继续的，好像是有些区块是要搬运。有。大概叫徐才是，徐才是，哎呀，有活动吗？主席在这边一样，主席那有没有可能依程序发言部分，就党团各党团派一个，然后我们就给咱们决定嘛，好不好？没有程序好不好？我们程序，因为我们要了解啊，因为阿兰兄感情啊，阿兰兄感情啊。如果大家有意见的话。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就才表决，我们内政委员会里面的委员们来表决。程序问题还要表决程序的发言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，尊重主席。我们请现在维持大家回到位置上，好吗？主席呢？